嘉宾、各位朋友们，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角——超级模特 Vivian。别太过分。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晚上的服装秀能够如此的成功，是证明了大设计师马克卢的天才作品的魅力。还要感谢所有人对我的支持和厚爱，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板 Alex Lee， 没有他就没有站在这里的我。不过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和李老板的合约将在明天中午12点终止，希望我和李老板的友谊不会因此而结束。当然不会结束。薇薇永远在我们心目中都是 super star。 但是随着薇薇的离开，我们飞虎国际有着更大的发展，我们将会重金打造世界级的模特真人秀，为中国未来的模特事业打造更多更多更多的信心。好，我在这里祝福薇薇事业更上一层楼，更成功。来，大家也为薇薇宏大的前程干杯。干杯。薇薇，你的新东家是谁？请透露一下。新东家会安排新闻发布会，正式通知大家的。薇薇，咱们吃宵夜去。好啊，赛车去吧，谁追得上我，今天晚上我就做谁的女朋友。是不是真的？当然。走。李总，请您发表一下意见。眼前的色彩，绚烂的悲哀，回忆倒退车窗外，我加速却逃不开。告别了你的舞台，连谢幕也要精彩，别让爱挂满伤害。痛过的爱不爱
合同盖好公章会给你的。这部蓝宝坚尼是你的定金，车子停在门口。谢谢米兰姐，合作愉快。你竟然可以公然挖走我的人，他可是我亲手捧出来的。有眼光，有魄力，我是真心佩服你。那你就继续努力，好好培养新人吧。薇薇，你真的要离开我？是。薇薇，薇薇，干嘛呢你？都等着你谢幕呢。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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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感情呢？灰飞烟灭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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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是唯一可以挽救他性命的方法。你要干啥？我，你也是记者？我不是记者，我是安薇薇的朋友。朋友？还有人说是未婚夫嘞，请到哪边等候区等候。程宗翰能保咱们入围吗？保我当然没问题了，保你啊就不一定了。哎，继续跳舞呗。啊？怎么了？我姐姐出事儿了。手术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情况不妙啊。是啊，车都毁成这样了，我怀疑人是凶多吉少啊。可不是嘛，这样死了倒干净，要是有命活下来却毁了容，还得花钱去整容。对，他死了才是大新闻。哎，不能丢，这可是我给你拍的第一张照片。这也不能丢，这是你头一次上封面，我们还吃火锅庆祝。哇，这个更不能丢。对不起，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时尚大典那天穿的，咱们为了这套礼服可吃了好几个月泡面。我现在怎么可能穿这种衣服？你帮我处理了吧。还是留着吧，就当是给我留个纪念。你呀，别再跳脱衣舞了，根本就没有前途的。我那是钢管舞好吗？我是靠真本事赚钱。你以后还是跟我一起当模特吧，别天天跟那个姚小蝶在一起鬼混。他这种层次的人，早晚把你给带坏了。他才没带坏我呢，你去被那个花花公子 Alex 给带走了。喂，别这样跟你姐姐说话。人家可是时尚界的权威人士，我没钱没背景，难道机会来了都不抓吗？对啊，当年你抓住了汉哥就不跳钢管舞了，现在你抓住了花花公子就不要汉哥了。萌萌，宗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姐妹俩的照顾。眼下呢，萌萌还需要耽误你一阵子，等我站稳了脚跟，会尽快接她回来，跟我一起住的。不用了，我才不跟你住呢。宗翰，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别说什么报答的话，有空回来看看。我不会回来的。安薇薇到底怎么样了？让我们等这么久，还没好吗？是不是真的快死了？不知道。
人，你干啥了？不能进去，姐，不能进去。我姐她怎么样了？她情况怎么样啊？要是当年我能把她留下来，也许她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请各位记者前往会议室，主任医生将告知大家有关伤者的具体情况。医生，她怎么样了？我姐怎么样了？她怎么样了？各位记者朋友们，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交代一件事情。本公司的超模 Vivian Anne 在车祸中受到严重的伤害，她的左腿因为受到严重的挤压，肌肉坏死的情况非常严重。医生为了保住她的命，把她左腿的小腿全切掉了。啊？什么？作为她的老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巨星。你胡说八道！你凭什么切掉他的腿？谁允许你这么做的？我非常能理解你此刻的想法，但是这是唯一可以保住他性命的方案。薇薇安刚说要跳槽离开飞狐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故，是否过于凑巧呢？请问李先生，薇薇安这次意外是否与你有直接的关系呢？我 Alex， 当初我把薇薇交给你，现在害她少一条腿，你还我薇薇，还她的腿！还他的腿！放开我！都一天一夜了，我们要再不吃点东西，姐姐还没醒来，咱们大家都进抢救室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是姐姐起来，看到自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她会怎么样？哇，好美的钻戒啊！你想干嘛？等他起来，我就向他求婚。你也真能想得出来，这个情况下跟我姐求婚。因为我爱她。这枚戒指，原本是要在庆功宴上当众送给她的。我想照顾她一辈子。照顾她？照顾她没了一条腿，现在还要脸说求婚？姐，你醒了，姐。薇薇，你终于醒了。我起了，我起了。小心啊，慢点。哎，你别乱动。你听我讲，薇薇，你冷静点，听我说。你听我说，冷静点。我的腿呢？我是不是在做梦？姐，别我是不是在做梦？薇薇，我的腿呢？薇薇，我的腿呢？薇薇都会陪着你。腿呢？你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的。薇薇，你听我讲，听我讲，没事，你是没了一条腿，对，但是你不是一个废人。听我说，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有我在照顾你，我会永远在你身边。我要证明我对你的爱。薇薇，我会给你幸福。这个时候。你求什么婚？你别再刺激他了，关你什么事啊？要你做好人啊！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啊！你好，我都失去一条腿了，你还给我！姐，你别这样！你还给我！薇薇，还给我！薇薇，别这样！薇薇，我恨死你了！我记你一辈子，我恨死你了！薇薇，滚，滚！我一辈子都不见得见到你。你们在干什么？病人现在需要休息，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受到一点刺激的。不好意思，麻烦你听到没有？不要再刺激他了。阿里克斯，拿走你的衣服。米兰姐，又有一批新的模特报名，我看看。这怎么样？你觉得呢？
想培养个超模怎么这么难呢？苏总，哎，苏总，哎，都快三个月了，还在替安薇薇可惜呢。他是真的可惜呀。花，薇薇安的花送了吗？送过去了。但在残奥会决赛上，谁也说不准啊。开跑了，澳大利亚选手。安薇薇，你的鲜花又来了。这个米兰姐可真行，每天一束鲜花，还不如折成现金来的实在呢。啊，吃吧。你不吃我吃了。这正是我们料想的。这是意大利的卡特罗尼。早上好。哇，今天气色不错啊。这个是柬埔寨最先进的电子译制的资料，你看一下。我已经联系朋友帮你协调了。啊，那你回头再看吧。哎，那个姚小蝶是我的闺蜜，你要帮她进前三十哦。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有权利。你条件好，难度不大。那个姚小蝶，你觉得她行吗？行的，我们两个一起参加全能超模大赛，我的冠军，她的亚军，怎么样？这次参赛的高手很多的。我才不担心呢 ，PK 能不能过关看我的本事，但是照片好不好看看你的本事哦。而且如果我拿了冠军，我就能当胖胖导演新编的女主角，那我以后就成大明星了。切，别做白日梦了。你为什么又打击我自信心啊？你凭什么总是看不起我？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什么意思？从小到大他都看扁我，凭什么是有他能当超模？我和姚小蝶也可以，不就是走走 T 台、走走猫步、摆摆造型、耍耍酷？谁不会啊？你别说了。你闭嘴。他还是病人呢。你出去，你出去。哎，韩薇薇，你太自私了，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过你的鼓励。妈妈，不要说了。是，你少条腿，你很不开心，你每天耷了个脸，好像我们欠你的一样，我们这么的照顾你。我们这么安慰你，还要被你嘲笑，被你轻视。老天真是有眼，让你有这样的遭遇，这是报应。安慰，我恨你，我恨你，你去死吧！死？我为什么要去死？薇薇，你别生气啊，萌萌今天头脑发热，她没有坏心的。来，快给你姐姐道歉吧。我不。你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买午饭。宗翰，我要去装一只。安薇薇小姐，我们所有的机械腿都会用硅胶包好，看起来跟真腿是一样的。来来来，不用急。为什么这么恶毒，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休息一下吧。亲爱的，今天可是有人来挖你墙角喽！挖墙角？嗯，这么可怕？而且对方出价可是天文数字。哎 ，Oh my god！ 干嘛叹气啊？你还担心我跑了不成？
我为那个挖脚的人叹息啊。你这么爱我，你会舍得离开我吗？舍得。舍得？嗯，真的舍得？舍得？舍不得，舍不得。除非……除非什么？除非你对不起我。看来你还是很爱薇薇。我也一样可以这么爱你。那这里是要换上我的照片了。你永远不能代替他。为什么你一定想要取代他？其实你应该做最好的自己。你现在已经是我手中的王牌，我会让你成为全能超模大赛的冠军。你行吗？没事儿，我自己来。薇薇，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嫁给我吧。这一巴掌是为了萌萌，你把他当什么？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都可以一挥而散吗？可是，这一巴掌是为了我。不要再对我有任何想法。最近真的是很可笑，总有人向我求婚，然后被我扇巴掌。哪是总有人？这是我跟阿历克斯两个。你说，萌萌现在该怎么想我们？我这一次的意外，给你们带来太多困扰了。宗翰，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应该珍惜萌萌，她很在乎你。我祝福你们。我爱我的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感谢你，一路以来照顾我、支持我，不求任何回报。话说，我们好像认识这么久，连一个吻都没有过。宗翰，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我不需要怜悯，所以不要用看残疾人的眼光来看我。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不仅要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还要去参加全能超模大赛，重回 T 台。米兰姐，请你帮帮我。要不是你任性胡来跑去飙车，你现在应该已经跟我在法国做时装周了。给我个机会，我一定拼尽全力。姐，你有必要这么做吗？只要能让我重回 T 台，我一定还是以前的那个薇薇。你确定你自己不是一时意气用事吗？我不是。要知道，大会评委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阿历克斯的权力跟我是不相上下的，到时候他肯定会反对你参赛。我一定克服所有困难，用实力面对一切。勇气可嘉，我支持你。哈，怪不得你今天要把相机拿过来。我们应胖胖导演的要求，为他的新片甄选女一，所以呢，我们刻意增加了极速飞车和体能极限这两个项目，相信会大大的为我们的大赛增加可观性。程宗翰作为大赛的主摄影师，会对每个比赛环节胜出的前三名选手的照片进行评分。托尼则负责将选出的照片上传至网络，进行大众投票，得票最多的照片将列为最美瞬间。以上的分数与我和阿历克斯给出的专业技术分相加之后，才能够决定选手们的排位以及是否过关晋级。哎，有个事儿我要宣布，咱们这次大赛不是三十强，而是三十一强。这第三十一强就是前超模安薇薇。哇塞，这个消息太劲爆了，我可是薇薇安的铁杆粉丝啊。如果我反对呢？为什么？要不这样说，只剩下一条腿的一个前名模
参加咱们的比赛，有这样的新闻，我们再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样的舆论价值啊，肯定点击率爆涨。好，一切以本大赛的利益为前提，既然一个残疾超模自动现身，那咱们就要物尽其用，大力炒作，提高节目的点击率。但以我们每一关的难度来说，我相信不出两关他就会自然被淘汰出局，那是他自取其辱，咱们再痛打落水狗，拿他炒作，作为本次大赛延续争议性的话题。嗯，我的偶像来了。进了这个门之后就没有朋友了，全部是敌人，包括你妹妹，所以你一定要将压力化为动力。明兰姐，谢谢你。其实里面那帮小鬼没一个是你的对手，但是当你在面对真正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苏菲亚也在里面，你愿意跳槽到我的奥运，不就是因为阿历克斯和苏菲亚的事吗？阿历克斯以为你见利忘义，但要不是因为苏菲亚的关系，要不是因为你对爱情幻灭，我相信就算我给你十部蓝宝坚尼，你也不可能跟我签约，对吗？这是一场美丽战争，你要学会对你的敌人微笑，知道吗？来，当我是苏菲亚，跟我笑一个。笑啊，看你比哭都难看。这么跟我笑一个。女人的世界真难懂啊。准备好了吗？米兰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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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家好，姑娘们都过来。米兰姐，米兰姐，给大家介绍一位新选手，薇薇安安。大家好，请多关照。哇，薇薇安，真的是薇薇安哎！哎呀，哇塞，我的女神呐！对呀，你不是少条腿吗？俏俏，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身为一个超模，除了要知道怎样彰显自己的个性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将自己的缺点变成亮点。哇！哇！哇塞，这钻石腿超炫酷的哎！你这耳朵可闪不过人家这条腿了。嗯。宗翰，帮我买钻石，镶满我的一只。我有钱。哇，他的气场超强啊，哪里像残疾人呢？虽然我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拥有现在的钻石腿。哦，女神就是不一样哎。一直很期待我们的碰面，很高兴这场比赛有你的存在。薇薇，你真的很棒。好了，明天就是第一轮的 PK 赛，现在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晚安。你也早点休息吧。全能超模大赛第一关 PK 马上就要开始了，选手们要以从容的姿态走过这些钟摆，却不影响节奏与规范，更要充分地展现出内衣的性感魅力与美丽的线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号选手苏菲亚登场。这个苏菲亚蛮酷的。那你女神呢？我的女神当然是最棒的。欢迎二号选手火锅出场。
们，你们是否觉得摆脱速度太慢了呢？是。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加油！你放心，看着我拿冠军吧。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否觉得这摆的速度还是不够呢？是。微微，你怎么了？别紧张，放轻松。我不是紧张，我可能是止疼药吃多了，现在眼花缭乱的。那怎么办？欢迎26号选手，欢迎27号选手向露露。宗涵，我怎么感觉有几十只钟摆啊？欢迎29号选手姚丽，欢迎30号选手廖小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31号选手 Vivian 登场。哎，安薇薇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没有打算在场踢台了？可能我们的掌声不够热烈，我们以更热烈的掌声欢迎31号选手 Vivian 出场。好，欢迎。你昨天晚上那股气势去哪儿？游戏才刚开始，我可不想没了对手。快走啊！你要学会将压力化为动力。不可以的。哇，钻石腿，好炫啊！觉得他能过几关呢？在商言商，如果他能带动点击率，就让他多闯几关。对。现在有请过关的18位选手出场谢幕。谢谢观看。
surprise！ 吓我一跳，你干嘛？哎，你说我是长头发好看呢，还是噔噔噔噔短头发好看呢？我觉得你啊，光头最好看。现今时尚圈对于超模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漂亮的脸蛋，还有魔鬼的身材，那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还有沟通技巧，那才是最重要的。如何将一个原本过硬的宣传和广告，用最柔软的方式，深深地植入到消费者的心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你买单，那你才算是成功的。这位是来自美国的 Johnny 老师。Johnny 老师到时候会根据你们的专长为你们设计舞步，只是在这个劲歌热舞的环节里，我将要淘汰掉三位选手，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胸大，跳舞真累。胸大，去做月嫂喂奶吧，别断了他。一二打三打四打五六打七打八打，节奏啊，薇薇。老师，怎么？这个有点难度。难吗？不难。OK， 来，我们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大，一二扭起来，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哎，慢点慢点，站稳了啊！这个太难了。不难，多练就好了。再来一次，一二打三四打五六七。啊，怎么样？调练了吧？给你个喝的，补充一下体力。没事，我还有。谢谢，谢谢啦。没事儿，我还有。哎，我最不耐烦这个。该谢谢，我喜欢。没事儿，我还有。那你呢？我当然也有啦。各位选手，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要积极的练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我期待看到你们最佳的表现。耶！别灰心，你看，这样你就能彻底摆脱脚踝的麻烦。这是最轻、最坚固、结实的材料。还有，我已经量好你的高跟鞋高度。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全能超模大赛第二轮 PK 环节——劲歌热舞争霸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赶紧为你们喜爱的选手打分吧，谢谢。
苏菲啊，真是不错。谢谢苏总。要是没有安薇薇加入，她可能会拿冠军。就一起来跟着我 shake shake， 相信自己，走下去 don't worry， impossible is nothing。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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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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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一切皆有可能 don't give up。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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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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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只要坚持不懈 ，only just for you。只要我们有梦想，做好真实的自己 ，everyone everyone。Can be super girl。想一定会实现。一条锥形口就能引爆全场。Everyone can be super girl。爆炸了，爆炸了！我的偶像真不简单呢。就一起来跟着我 ，shake shake。相信自己，走下去 ，Don't worry， impossible is nothing。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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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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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一切皆有可能 ，Don't give up。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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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 wan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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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只要坚持不懈 ，Only just for you。薇薇，薇薇，恭喜你，今天你很棒。哎，薇薇，你没事吧？薇薇，你还爱我吗？放开我！放开我！为什么？就一次的错，难道就万劫不复吗？有些错误，永远无法被原谅。我是真的爱你，爱我。爱我你会出轨？发什么呆呢？米兰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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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们早上好，早上好。知不知道为什么埃及艳后那么漂亮？不知道。那是因为埃及艳后天天都洗牛奶浴。哇！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给你们一个像埃及艳后一般的待遇。浴缸就在你们后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待会儿会用一桶桶跟母爱一样珍贵的牛奶泼在你们的身上，而我们的摄影师呢，还会捕捉牛奶跟你的肌肤接触的那一个最美瞬间。但与此同时，还有20个吃瓜群众会拿着手机不停地拍摄你们的最恐怖瞬间。即便如此，这个最恐怖瞬间还是有可能帮你们拿到同情分的。各位观众，全能超模大赛15强争霸战现在开始。把脸转过来一点点。李强，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模特，首要条件就是能够接受摄影师的引导。哎呀，我就这个角度最漂亮了。不，我觉得你哪个角度都漂亮。你永远都是硬邦邦的，摆个娇柔的姿势行吗？不行，我走的就是硬朗帅气风。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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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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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你太刻意了。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超模，要学会控制自己。我们要的是优雅，不是色情。色情与时尚的区别，就在一线之间。这个好，泼牛奶。好，非常好。这个造型设计的不错啊。这个苏菲亚真是太优秀。泼牛奶。舒服吗，苏总？舒服，舒服。赶快回到后场区去啊！不要让人说出咱们搞潜规则。快！呕了。嗯。跟你姐好好学学啊。嗯。哦，泼牛奶。你怎么了？啊，好疼，好疼！米兰姐，她腿的伤口还没好。闲的，闲的，怎么会是闲的？苏总，所有牛奶都是闲的。你能坚持吗？可以。太狠了，亏他想得出这种招来。米兰姐，你说的他是谁啊？还有谁会跟薇薇安这么过不去的？薇薇安加油！安薇薇加油！安薇薇加油！安薇薇加油！开心点，笑容多点。姐姐真的很辛苦，再辛苦也得坚持下去。万一挑不到好照片，她就得被淘汰了。薇薇，姐，薇薇，薇薇，薇薇，怎么了？姐，快，宗翰，送他去医院。小文，赶紧备车，送薇薇去医院。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继续录影吧。追求表现主义，用装无可心大体。魔鬼般引爆着冤屈，母爱十足啊。这个赵丽华是个单亲妈妈，临时把女儿带过来，这也完全符合鲜奶上的广告词，与母爱同样珍贵。你可真是会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啊。连你都怀疑我。你没有必要这样，凭实力我怎么会输给一个残疾人？对，既然这样，我为何要再做那些众矢之的的事呢？你，哼，不是我做的。当然不是你了，是我。
难道你看不清楚你当前的处境吗？苦心多年捧出一个国际名模安薇薇，却让米兰给挖走了。董事会啊，是认同你的能力的，给你补救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这一次苏菲亚要拿不到冠军，你 CEO 的位置还能保得住吗？当初啊，我是为了提高咱们这个节目的点击率才同意安薇薇参赛的，没想到啊，她是只不死鸟，处处给人措手不及，她绝对是苏菲亚的劲敌。尤其是我看到你怜香惜玉，余情未了，如果说 PK 到最后他们俩争夺冠军的一天，你一定会为了爱情延误大局。既然这样，我不如尽早的把他扫地出局。哼，现在好了，他出局了，你我都能睡得着觉了。姐，你真是我的粉丝，不对，我真是你的粉丝哈。明天你就要回家了，你能给我签个名，留个念想吗？啊，谢谢啊。谁呀？那个，我见鬼了！各大媒体朋友，今天之所以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最主要原因是全能超模大赛组委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四号选手李强。我？是的，就是你。请到前台来。怎么了？问他。我看着他站着撒尿。我们怀疑你企图鱼目混珠，其实你是个男儿身。如果我不说，谁会认为我是个男人呢？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啊。可是我真的看着他站着撒尿。根据我们的调查，你的本名是李强，但你改了个同音的字李强，企图以假身份来蒙骗我们组委会。我从来都认为我自己是女孩，因此爸爸经常打骂我。可是我现在已经独立了，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别，我要光明正大做个女人。这场真人秀结束后，我会立刻进行变性手术。站在女性的立场，我特别同情你的身世，但是站在组委会的立场，为求公平起见，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赛场。好的，感谢你们为我办的发布会，相信各大媒体一定有兴趣猎取本女子的心声。别迷茫，好好比赛。大家跟我来吧。由于李强的这个突发事件，全能超模大赛12强出现了一个空缺，我们将从刚刚落选的3位选手当中用网络选票的方式选出一位选手，票数最高的选手将会复活进入下一个 PK 环节。
飞是只不死鸟吧？看见没有？没错吧？接下来，你是想保住江湖地位，还是心慈手软憧憬爱情，就看你的态度了。铁拐李，哼，你已经不再是传媒的焦点，没注意到吗？放心，现在还有很多粉丝支持着我。况且，有你这样的敌人，我肯定会坚持到最后的。算了吧，下一关是赛车，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如果不小心再撞一次的话，我怕你这条腿都保不住。看来我唯一的竞争对手要回来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啊！我也是你的竞争对手，我们都是你的竞争对手。啊！恭喜啊，薇薇安！根据大赛组委会网络投票结果决定，薇薇安复活成功。好！薇薇，保护好自己，别再受伤了。薇薇，恭喜你，加油，努力。嗯，姑娘们。今天这个环节要考验你们的是速度与激情，速度的部分呢，在你们身边将会有专业的车手对你们做出指导。你们的激情照片我将会放到网络上，要知道粉丝的分数对你们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环节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会获得由福特汽车提供的最新的跑车，以及由喜林谷素食营养餐提供的100万元奖金。亚军则是由众和文化创意提供的30万元奖金，而季军则是由斯亲夫提供的15万元奖金。好了，为求公平起见，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抽签，决定你们的排位，还有你们的专业车手配对。安萌萌，我是来帮你过关的。过关？哼，我要拿第一。100万。是。耶、yeah!。薇薇，安薇薇，你不用紧张，你的事情我知道。我左腿没了，幸好右腿没事，还能同时踩刹车跟油门。你看，3年前比赛的一次严重事故，当时。几辆汽车连环相撞，我的汽车在空中翻了几个圈才落地。这个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那你再开车不害怕吗？当然害怕，那个时候只要一上驾驶座手就在发抖，抖到连钥匙孔都插不进去。不过后来总算是克服了。靠什么克服的？信念。戴上防护套和头盔吧。你说我行吗？我的性命都在你的手里了，不行也得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一定行；第二，放弃比赛。马上下车。我不可能放弃比赛，我相信你。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你干嘛？最美书记能干嘛呀？入档，先让他们跑一圈，你熟悉环境之后再超越。别乱躲闪，薇薇安落在最后了。你技术不错，趁前面他转弯的时候减速，你就超越。好。
宝贝女儿，妈妈不会乱拼的，安全第一。踩油门，继续踩，油门踩到底，超越他。耶，太好了！薇薇安已经是第八位了，真是只不死鸟啊！好，你战胜自己了，好好的开，别出错。嗯。Alex 说过，这个环节要淘汰四个选手，所以你只要排第八，就可以安然过关。保持状态，拍录漂亮的视频就好了。OK。Alex。快快快！哎呀，不能再快了，要了命啊！我快憋不住了，我想尿尿啊！尿就尿呗。小心！你没事吧？我没事，全尿出来了。你这慢慢开了。喂，你这样做犯规的。这又不是正式的赛车 ，PK 大赛而已，没关系的。别急别急，真的别急，慢慢来，真的别急。还有三个圈呢，你有很多机会的。他一做错事，你就有机会超越他。宋亚，别太猛，这已经是最后一圈了，你是没办法超越他的。凭什么？哎，这个车手技术明显比你好啊。刘晓，开车技术蛮熟练啊。那当然了，我爷爷是赛车手，我爸爸妈妈也是赛车手，我浑身都流着赛车手的血液。百万没有了。喂，你什么意思？你叫我怎么下车？你把车挪开，听见没？我靠！来，慢点啊！哎，你看他啊！哎，你给我站住！小心！哎呀，撞人了！哎呀，没看碰瓷儿吗？你养吗？萌萌，你没事吧？不要吓我！我的腿啊，你的腿，怎么了？别紧张，救护车马上来。走吧，走吧。你们被撞了啊？你们这两姐妹，真是不省心呐，轮流吓我呀，一个断左腿，一个断右腿。萌萌的腿没断，软组织撕裂而已，医生说休息一个月就好了。一个月？你知不知道下一关什么时候就要比赛了？你不知道，我还期望你能成为你姐的接班人呢。我想办法找个借口让比赛延期，希望到时候你这条腿就能好起来。谢谢米兰姐。有这么难学吗？难，特别难。所以呢，我已经通知所有的选手，延迟一个月录制，让他们多练习会儿。一个月？一个月我担心不够。嗯，米兰姐，我担心拖这么久，粉丝们会跑掉。选手们表现不好，粉丝才会跑掉。苏总，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一整个月的宣传活动。那我们的成本不是提高了吗？对，赛商盐商也应该按原来的时间录影。苏总，你看苏菲亚的表现多好。
去啊！我们不能让一些笨拙的人害得我们经济受损失。米兰，你说呢？托尼，为了两全其美，咱们就听苏总的，按照新的计划提前一周录像。收到。那我赶紧催促我们的选手们练习了。程宗汉，你还愣着干嘛？快帮我把这个石膏砸掉，凉死我了。还没到一个月，你的腿还没好，现在敲掉石膏会影响恢复效果的。对呀，萌萌，你吃太多止疼药了，一旦药力发作的话，你肯定会头晕眼花的。况且这项运动你又没有训练过。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就这水上漂我都不知道在泰国玩过多少回了，还用学吗？再说了，你一条腿都可以，我两条腿凭什么不行？姐，你应该鼓励我，说萌萌站起来。哎呀，别闹了，把带锤给我，我自己来。给我，亲爱的朋友们，全能超模大赛已经进入了激动人心的第五个环节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的选手们将为大家展示一项全球非常上档的水上漂运动。经过三天非常苛刻练习，我们的八家选手已经完美地掌握了这项运动的技巧。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选手们的精彩表演。第一组即将出场的选手，14号跳跳，15号陶陶，来和他们 PK 的特别嘉宾是我们的篮球巨星孙黎明。选手是9号彭佳楠以及23号安萌萌，将与他们 PK 的特别嘉宾是我们中国女排的第一美女李颖。出场的选手是6号的心仪，20号的刘晓，即将和他们 PK 的是我们的网球巨星张帅。那是我们两名大热的选手，31号李安及1号的苏菲亚，即将和他们 PK 的特别嘉宾是我们的乒乓球国手郝帅。
事儿啊？应该是他的假腿引起的吧？这假腿的力量和真腿的力量根本就没法相比，不同的力量在空中会造成一定的不平衡，尤其是在压力这么大的水柱之上，只要稍微有点偏差，便会被掀翻落水。哇哇哇！站起来，加油啊！米兰姐，哎，你来了。你用你专业的角度帮我挑三张。这个这三张照片里面哪一张的肢体动作是最好的？啊，这个吧，可是表情太糙了。非常好，今天晚上我需要你变个魔术，我不管你睡觉也好，不睡觉也罢，反正你必须用出你的毕生所学，把照片变美了。嗯，对不起。来，让我们看一看这关最美瞬间的照片。哇，这张太精彩了啊！我相信薇薇会有更精彩的最美瞬间照片哦。哇，这个时候她还能笑，太出乎意料了。安薇薇这个女人呢，一上镜太有张力了。程宗翰，你也很厉害啊，你能把这种摄人心魄的瞬间都拍下来啊。难分伯仲啊。不过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还是苏菲亚最棒。托尼，赶紧把这两张照片发到网上，让粉丝投票吧。好的。程宗翰，你大概不知道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摄影吧？赶快把昨天安薇薇的照片都给我调出来。不是 PS 上去的脸吗？你怎么能这样呢，米兰？你看，人赃并获。程宗翰，你解释清楚。苏总，嗯，网络票选结果已经出来了，薇薇安的图片险胜苏菲亚的图片。什么？票选？谁让你票选的？咱们平时不都是这个流程吗？只要照片不分伯仲，就放到网上让粉丝投票。你呀，你们呢？既然票选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也只有这样了。但是米兰，程宗翰是你推荐的，你怎么处理？那就开除程宗翰。我们已经负担不起更多的负面新闻了。好，米兰姐果然英明果断。苏总，那薇薇安算是晋级了？你再自作主张，我把你也开除了。生米已成熟饭。这一关晋级的是苏菲亚、安薇薇、安萌萌、甄俏俏四位。各位听好啊，
我们的全能超模大赛已经临近尾声了，我们要协力做好最后的事情，不能再出问题了。上帝折我翅膀，我愿自己造一个天堂。我是安微微，相信你的选择，相信我。我是苏菲亚，我们冠军台上见。太阳有属于它的光芒，我也能创造出自己的辉煌。我是23号选手安萌萌，请大家多多支持。相信自个儿行，努力一定行，朕翘翘最棒。耶、在干什么？要不要我来陪你啊？不用了，你好好休息吧，准备明天的决赛，为你自己而战。姐，拨了一条腿的痛苦我也是体会了一个月的，不得不说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毅力的。但站在妹妹的立场来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拼命，止痛药也帮不上你什么大忙。如果伤口被细菌感染，情况会更糟，我可不希望没你这个姐姐。如果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说，无所谓，你爱干嘛干嘛，反正少了一个对手，我的胜算还更大了。我就说这么多了，你自己冷静衡量一下吧。萌萌，谢谢你的关心。你还记得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住在一个又脏又差的地下室，穷得都没钱吃饭。有一次你从菜市场里抱回来一大堆碎西瓜皮，然后你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片一片的码好，放在盘子里端给我吃。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后来我们遇到了宗汉，他无条件地帮助我们，帮我拍照，帮我接工作，直到遇到了 Alex。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我好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不过你还是拒绝了我的接机，你说你爱上了宗汉，你说你们要一起过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未来。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却仿佛在地球的两端。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失去了所有，不过庆幸的是还有你们陪在我身边。为了能让我过关，宗汉不惜牺牲他在行业里的所有名誉来保全我。我一心想要赢回一切，却造成了你们之间的误会，真的很抱歉。我想我是时候该放下了，比如怨恨，比如爱情，比如名利。我们是不是该好好想一想这个比赛之后的生活了？我都想好了，比赛之后啊，我就是大明星了，而你啊，还是那个 supermodel。 我们强强联手，姐妹同心。
齐力断金，耶！好傻。哎，真是姐妹情深啊。怎么了？钻石腿不见了！啊！我来，姐，我来看。薇薇安，准备好了吗？今天是总决赛，你可不能每次都靠观众的同情分来赢得对手吧？有人拿走了我的一只，我怎么跟你分胜负？拿走你的一只，我才不屑用这么低档的手段，但最有效，不是吗？不是有天眼监控吗？会不会有用？喂，萌萌。什么？好的，你别急，我马上看一下。滚！韩哥，我姐的一只被偷了。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哼，苏总让我给你的。苏总，啊，我想拿冠军。哎呀，你拿不了冠军。我就是要拿冠军，只要你让我拿冠军，我啥都愿意做。我看你努努力，拿个季军差不多啊。那你说，让我怎么努力？哎呦！说呀，给，阿列克森，这次我帮你下决心了啊，别让我和董事会再失望。可是我，不要再犹豫了，这是决赛的紧要关头，苏菲亚必须拿冠军。阿列克森，想想你在董事会的处境，啊，为了一个断腿的安薇薇，失去你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值得吗？是你还是苏总？你说什么？把钻石腿还给薇薇安。你在胡说什么？请你把钻石腿还给薇薇安，让我们公平的比赛。好，我现在告诉你，苏菲亚，在比赛当中，参赛者是不可以直接跟评判联系。还有，我现在命令你尽快用你的努力去参加比赛，拿冠军。喂，这是什么？我要用自己的实力获胜，而不是你这种卑鄙的手段。你现在是用哪个身份在跟我讲话？我是宠物，是一枚棋子，甚至是薇薇安的替代品。但我永远不会走她的旧路。薇薇安离开你是对的，
男人最爱犯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女人永远都应该配合你们。告诉我，女人不是弱者，用侮辱尊严的方式，你永远都得不到她的心。苏菲啊，你姐，这只腿怎么可能完成今天的比赛啊？那也总比没腿强。还是先装上吧，到了比赛现场再做打算。薇薇，现在什么情况？你别废话了，开车来没有？开了。米兰姐，苏菲亚，薇薇安呢？应该来不了了。来不了了？让开，让开，还让开，快快快！谢谢，姐，姐，我们走。来不及了，米兰姐。米兰姐，时间刚刚好，咱们走。米兰姐，这腿能行吗？不行啊！不行也得行，没办法了，只能先顶一下。郑俏俏，你给我出来！你把我姐的钻石腿弄哪去？你给我交出来，听见没有？你说嘛呀？我听不懂。听不懂是不是？我你，俏俏，你把腿还给我吧，我现在这样根本不可能完成比赛。可是我已经把腿交给艾莱克斯了。什么？交给艾莱克斯了。行了，都别闹了，赶紧去准备准备，比赛马上开始了，听见没有？听见了。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全能超模大赛的高度关注，选手们一路以来披荆斩棘，就在今天，四位选手将迎来他们的终极挑战。今天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选手们必须跳进水里，游到对岸，进入迷宫之后呢，要突破一切障碍。谁能够最先爬上高塔拿到奖杯，他将会成为这一次大赛的冠军。这次大赛的冠军除了可以获得由博盛传奇集团所提供的100万现金的奖励之外，他还可以成为化妆品 SkinFort 以及 BBC 杂志的代言人，他还有机会可以登上米兰时装周以及纽约时装周的舞台。当然最振奋人心的，他一定会成为由胖胖导演所指导的魔界魅影的女一号。甭看我了，我这头发短发最好看。今天的比赛你可要吃亏了。我吃亏的地方多了，不差这一次。各位观众，全能超模大赛四强对决现在开始，预备！加油！加油！加油！情况如何？你看，我们的网络人气一直在飙升。薇薇安怎么了？今天的大热门怕是要输啊。它是一只不死鸟。不死鸟？姐，快点，快！薇薇安的腿，她的腿掉了。谁跳水里了？程宗翰，救生员，救生员，马上到水里把程宗翰救起来，快一点！奥利克斯，他在干嘛？他手里拿的好像是钻石腿。啊，钻石腿！这小子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要。苏总，你好像不太满意啊。满意。薇薇，
Alex， 谢谢你。快进去，把时间抢回来。不会游泳，真的做不了英雄的。Alex， 我把微微还给你。还给我？你不是冷病了吧？你不是很喜欢他吗？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我再说一遍，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太好了，我会帮你把这段视频交给安萌萌的。恭喜你哦，示爱成功。请选装备和衣服。你们只有十二秒。Oh my god！ 上错完了。你们只有八秒。你们只有四秒。One more time。请撞门，你只有两秒。时间已到，再加两秒给你。两秒。Let's go！ 妈咪，快把兜里的牛肉给他们吃。给了。诗经桃夭前两句是什么？请踏字过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矣。其是家。恭喜过关。文化考验，《诗经·桃夭》的最后两句是什么？哎呀，好彩个名才是我最擅长的呀！哎呀，哦，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作弊！又是舞霓。you
请戴上 VR 眼镜。请选取自己的武器。想办法引他过来。加油！行，老爷，爹！
你就快上来呀！恭喜过关！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我的对手吗？走，别浪费时间。萌萌，这个奖杯应该跟你一起分享，还是跟我分享吧，萌萌姐。你的腿没事吧？没事。吓死我了！不这么吓你们，哪来的点击率啊？其实啊，我们组委会早就做好了安全措施了。我要道歉，对微微做了这么多坏事。萌萌。恭喜你正式成为《魔界魅影》的女主角！哇，我要当大明星了！爷，到时候就看你和苏菲亚的表演喽。我，胖胖导演觉得你将是萌萌的最佳对手，所以你就继续保持你酷酷的形象吧。还有你，甄俏俏。妈，还有我是？你呀，绝对是我们团队里面的最佳谐星。Yes。宗翰。你是不是也要祝贺我一下？恭喜你！我先给你发个小礼物吧。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我再说一遍，我最喜欢的是安萌萌。好感动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太多人了，不要停，继续。好厉害啊！第三名还满意吗？满意，我要拿冠军。骗我 ，Alex。嗨。不说点什么就走吗？恭喜你了。嗨，薇薇，你好。薇薇，怎么了？好久不见啊。Supermodel， 你这钻石腿好酷啊！你们怎么都来了？米兰姐啊，今天晚上邀请了31位美女，参加我今天晚上的服装发布会。真的假的？耶！所以啊，晚上就看你的了。没问题 ，Alex。嗯。今天晚上你也来参加我人生的最后一场秀吧。Why not？闪光灯的秘密，瞬间将灵魂窒息，强烈的节奏很窒息，追求表现主义，勇壮无可心大地，魔鬼般引爆着人群，变身迷人的精灵，疯狂的上到天际，不接受所谓命运，尽情展现 your sexy body。这一刻由我来登顶，鼓起勇气，
下定决心，大步向前走，不留余力，自信是最美的证明。这游学的感觉如何？不错，有了人生新计划。还记得胖胖导演吗？嗯，他的新片已经杀青了，安萌萌和苏菲亚正在各城市全程参与宣传活动。宗翰发布了一场个人摄影展，他现在可是摄影界的大腕儿。米兰姐终于被求婚成功了，求婚的那个人就是大帅哥托尼我。真的假的？真的。哇塞，你真行啊！那这车呢？这车当然是求婚成功的礼物喽。至于艾利克斯，他被董事会踢出了局，从此离开了模特行业。这是哪儿啊？你看，怎么样，好喝吗？嗯，真好喝。你以后可以去开咖啡厅了。真的？好，我就为你开一个咖啡厅，每天等你来喝咖啡。那花映在你眼眸，我愿夹起你的梦，做一夜扁舟，带你去巡游。影子落在你身后，我愿燃烧成烟火。你们看够了没有啊？亲一个吧。不，两个。不，三个。那快亲吧，我不看你们。在数不清的相遇中，太多只是匆匆而过，流星般只坠落。愿意付出我所有，此
my love。